你知道当红偶像王鹤棣的篮球水平有多高吗？他在篮球场上多次秀自己的扣篮，他还和郭艾伦一起上演空中接力扣篮表演。其实在生活中，王鹤棣也经常和瓷器厂的几个兄弟们一起去打篮球，特别喜欢和果子和曹芳一起打球。身高1米83，臂展182的王鹤棣，身体素质在娱乐圈中绝对是非常出色的。按他这个身高，如果想要完成扣篮的话，他的助跑摸高需要摸到3米3左右，所以王鹤棣的弹跳绝对是顶级的。其实王鹤棣最初的梦想并不是做演员，而是做一名篮球运动员。从小就喜欢打球的王鹤棣，初高中都是校队的主力，在场上主打控卫和小前，而他的偶像则是詹姆斯。而王鹤棣实战能力也不错，他经常在篮球节目中有亮眼的表现，比如他参加路人王和企鹅名人赛，都能看出王鹤棣是非常会打球的。比如这一球，他用一个山姆高德过掉防守人轻松上篮命中，还有这一球，他用一个胯下接突破单手将球上进，动作十分飘逸灵动。王鹤棣完美的诠释了什么叫又帅又能打。